资治通鉴》，维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书，重新导向自资治通鉴。资治通鉴，全名资治通鉴。资治通鉴残稿，其他名称通鉴。作者司马光，1019年复1086年。类型史学，语言文言文，文字汉字。成书年代北宋，1071-1086年。主题历史由周威烈王23年（前403年）写起，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（959年）。连载状态卷数294卷，出版的中国。下一部作品《资治通鉴前编》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《资治通鉴外记》《通鉴续编》《资治通鉴补》。《资治通鉴》简称《通鉴》，是中国著名古典编年史一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长篇编年体史书，共294卷，300万字。作者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树、刘班、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，花19年时间，才把从战国到五代这段错综复杂之历史写成年经世纬之巨著一通鉴。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，所采杂史多至222种。一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23年（前403年）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，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（959年）征淮南，计跨16个朝代，包括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：曹、魏、蜀、汉、东吴、三国、五胡16国、南北朝、五代10国等等其他割据政权。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，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，在中国史书中有重要的地位。通鉴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，有很多人模仿它写成同样体裁之编年史，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影响。一资治通鉴手稿。目次：一、成书；1.1 注手；1.2 评注；2体裁；2.1 涵盖年代；2.2 事例；2.3 史事评论；3目录；4原稿；5版本；6写作风格；7影响；8翻译；9缺失；9.1 局限；9.2失误。9年2月1日失实，9年2月2日编年不当，9年2月3日剪裁不当与故意歪曲事实。10参见，11注释，12参考文献，13延伸阅读，14外部连结。成书。司马光，《资治通鉴》是继《春秋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。作者司马光自幼好读《左氏春秋》，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。宋英宗至平元年（1064年）成《历年图》5卷，至平三年（1066年）又成《通志》8卷，作品涵盖周、秦二朝。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，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，将引抵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，并供给笔墨、增帛、费用、餐点、果物等服务，要他继续写下去，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、天章阁、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、密阁的藏书。
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居家极为简陋，夏天闷热难堪，汗水常滴在草稿上，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。二，常读书于其中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，每夜秉烛著书，生病时亦不休息。好友劝他以少节烦劳，他说，先忘曰，此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。书名为宋神宗所定，取意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。资治两字意味着帮助治理，通则意味着博通古今的通史，鉴则有引为戒禁之意，以史为镜。三，宋神宗亲自做了一篇序，赐给司马光。这篇序后来保护《通鉴》免遭毁版的灾难。四，《资治通鉴》编修工作艰巨，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，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，加以增删。五，再由司马康检定文字。首先，在资料搜集方面，单是正史有17种，参考的野史、谱录、别集、碑志等杂史有300多种。六，加上龙图阁等藏书，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。清人袁枚称，李业侯北伐之谋，保楚之见，辨建宁之冤，保李胜、马遂之功，新旧两书俱不再入为温公。通鉴取李凡家传，大为阐扬，则业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。七，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，如《资治通鉴》则不然，以唐朝一代言之，续王世充、李密室用和洛绩、魏正公鉴真用、鉴录、李绛议奏用、李司空论事、睢阳事用、张忠臣传、淮西事用、梁公平蔡录、李密室用、叶侯家传、李德裕太原则录、回谷事用、两朝献替记、大中土藩上弊弊等事用、林恩后史补、韩卧凤翔谋划用、金銮秘计、平庞勋用、彭门计乱、讨求府用、平善禄祭弊失封、吕用之事用、广陵妖乱志，皆本末灿然，然则杂史所说家传，岂可敬废也。八，资治通鉴述庞勋时，除用正桥、彭门计乱，亦引为昭度、续皇王宝运禄、贾伟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，又如平善禄专记太和末秦越道求府、平善县之事，温公虽用平善禄，却不提诈降及祭幼，又兼存玉泉子建文禄之论。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官与社会史官，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官。通鉴卷195贞观13年末尾附义陵中前描述，太史令附义经旧述属之书，而终不知姓，欲病不呼医而药，有僧自西域来，善咒术，能令人立死，复咒之始苏，上则非其中壮者视之，皆如其言，以告义。义曰：此邪术也。臣闻邪不干正，请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上命僧咒义，义出无所觉，须臾，僧呼将仆，若为物所及，遂不复苏。又有婆罗门僧言的佛齿，所及前无坚物。长安侍女服凑如是。
一时卧疾，谓其子曰：“吾闻有金刚石，性至坚，物莫能伤，唯灵羊角能破之。汝往事焉。”其子往见佛齿，出角叩之，因手而碎，观者乃止。亦临终戒其子吾得学佛书，时年85。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，则是唐人李抗《独异志》、韦铉、刘宾客家话录和宋朝王党的《唐雨林》。另一角度来看，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。朱熹即认为，通鉴悟性，恐从子，则考之不精甚矣。九，清人周中福义对通鉴引用《赵飞燕外传》之文有为词，司马公反引其罪披谋之语已入史籍，则失考之甚矣。十，《资治通鉴》为宋神宗取义，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。《资治通鉴》在撰写前，先由天文学家刘熙叟编定正确年历，以夏历为主，作为全书的骨干。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，则以后来者未定。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，按年代顺序编成从目。十一，个人先修长编。十二，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简贴，务求其详尽，宁失于繁，无失于略。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意，删其繁冗，如范祖禹的《唐记》成书600余卷，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81卷。十三，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，便要进行考议工作，最后方能定稿。一是用三四出处转成，用杂史诸书，如闹方城祸水之语，则采集《飞燕外传》；十四，张湍冰山之语，则采集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并小说亦不遗之。十五，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，《资治通鉴》草稿全部以郑恺写成，李陶训言集载张兴甫见洛阳有《资治通鉴》草稿，引两屋。十六，《资治通鉴》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，从宋英宗至平二年1065年开始，一直到宋神宗元丰7年1084年才完成。由于过度劳累，元丰5年秋天，司马光已罹患语塞疾，清朝陈洪谋为宜当中风，乃欲作遗表，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。十七，元丰7年11月，司马光进通鉴表，自序曰：“臣今骸骨瘸脆，目视昏静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谓眩肿遗忘，臣之经历尽于此书。”司马光亦曾自言：“修通鉴，臣为旺盛之戒一读，他人读未尽一指，以欠深思水。”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家省思，史家面临改朝换代、君臣易位的尴尬时期时，往往以《资治通鉴》的撰写精神为原则，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。注手，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陈光约出现，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。据资料记载，司马光编辑此书，朝廷许他自辟属官，他邀请了刘班、刘树、范祖禹成为助手，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，可谓一时之选。其中刘班负责两汉史，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，
三国两晋南北朝归刘树，十八十九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负责检定文字。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，故行文颇为一致。刘树之子刘熙仲说，先人在书局指类事迹，乐成长编，其是非与夺之际，亦出军时比消。此外，司马光又出版了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三十卷，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，《通鉴举要例》八十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作说明。评注：元初，胡三审着《资治通鉴》英注，被认为是历代注释《资治通鉴》最佳者。陈寅恪认为，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史。二十，体裁，涵盖年代，《资治通鉴》全书共294卷，约300多万字。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，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写起，21一直到959年，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真淮南为止。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，所谓山削冗长，举措机要，专取国家盛衰，系生明修期，善可谓法，恶可谓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始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，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，详尽略远，隋唐五代371年，占全书四成，史料价值最高。很明显的，他多次琢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，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等。事例：司马光的曾孙司马吉曾据司马光的遗稿，将《资治通鉴》编修书法分类为36例，具体为一，用天子历；二，书列国历；三，书王制历；四，书封爵禅位历；五，书改元位禅位历；六，书帝王将授禅历；七，书庙号历；八，书国号历；九，书改元历表情符号不高兴时，书称号历；十一，书王公历；十二，书建列国太子历；十三，诸王书名历；十四，书立王历；十五，书图王历；十六，书列国历太子历；十七，书列国记事取年号历；十八，书官名历；十九，书监职历；二十，书罢免历；二十一，书聘使历；二十二，部书历；二十三，仲书历；二十四，御言历；二十五，追书历；二十六，书日后先历；二十七，书事同日历；二十八，书事相设历；二十九，书斩获历；三十，书事系历；三十一，从后姓历；三十二，书字历；三十三，书乡里历；三十四，书改至州郡历；三十五，书轰促历；三十六，书反乱历；二十二。
帝后死称崩，王公死称薨。天子近出称骸公，远出称骸京，列国诸侯远出称骸某郡。《资治通鉴》具有强烈但过于主观的正统立场，在分裂时代，如三国、魏有、晋、蜀汉、吴、吴、晋、南北朝时代，南朝有、晋、北朝吴、晋、五代有、晋、而十国无、晋。又如《通鉴》载蜀汉建兴九年，诸葛亮率诸军入寇，围岐山，以牧牛运。对此，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，曰：“三国当以蜀汉为政。”而温公乃云：“某年某月，诸葛亮入寇，是冠履道至，何以事训？”原此遂欲起义成书，推此义，修正处极多。若成书，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。但恐精力不逮，未必能成耳。若度不能成，则须焚之。二十三，史事评论。《资治通鉴》于叙事之后，皆有附论，共186篇，24。其中陈光约有102篇，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，25。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，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。以篇数看来，汉纪所占篇幅最多，其次为唐纪。陈元胡著《通鉴》表为曰：“通鉴书法不尽官褒贬，故不如《春秋》之言。温公谦不敢法《春秋》，而志在序《左氏传》，有所感触，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陈光曰以发之。余则句式直书，使人随其时的之意而评其得失，以为见解，非有一定不义之书法也。”目录，全294卷，周记5卷，战国七雄及其他小国无记。秦记3卷，周记与秦记原为通志卷。汉记60卷，西汉初东汉初群雄无记。魏记10卷，蜀汉及孙吴无记。晋记40卷，五胡16国无记。宋记16卷，齐记10卷。梁记22卷，陈记10卷。北朝的北魏、东魏北齐、西魏北周，一统前的隋无记。
随记八卷。唐记最多，凡八十一卷。隋唐之际，群雄无忌。后梁纪六卷。后唐记八卷。后晋记六卷。后汉纪四卷。后周纪五卷。五代有纪，而十国无纪。周纪、秦纪、汉纪、魏纪、晋纪、宋纪、齐纪、梁纪、陈纪、隋纪、唐纪、后梁纪、后唐纪、后晋纪、后汉纪、后周纪。原稿。中国国家图书馆今存有《资治通鉴》残稿八卷，《资治通鉴》残稿今存仅八卷，目前葬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原稿 33.8130 公分，共29行，465字，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。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将作乱起，至同年十二月慕容伟遣子晃入令之而还止。每段史事开端约一二字或四五字，以下皆云云二字。有宋赵汝树、葛洪、陈该、赵崇和拔、元柳冠中、黄敬、宇文公亮、朱德润、郑元佑、任希夷拔。二十六。
手稿的最后一段是司马光用范纯仁写给司马旦的书札起草，原信用墨笔抹去，字迹依稀可辨。纯仁再拜，竟人回层上状，必记通臣，比来福为尊厚万福，博康必更全平。纯仁勉强苟录，自取批号。27自取批号以下尚有79字，至清初已不见，大概被割除。28卷后有多人提拔，曾提拔的韩信说其已读备起稿，可见其简，字必端谨，可见其诚，视而疏之，该以一二字，可见其薄，只猥亵状词，虽平常字，亦出于手书，可见其欲视之不苟也。29令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《资治通鉴》，一部共128册，被登录为中华民国国宝。版本：元佑元年1086年，黄庭坚、张顺明等奉命校订《通鉴》，初稿完毕，送至杭州雕版。元佑七年刊印行事，但元佑本已不可见。绍兴二年1132年，有余姚仲课本经多残缺。中华书局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原刊本发行的点校本《资治通鉴》，分简体和繁体版本，均附胡注及张校的版本，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。写作风格：司马光传、资治通鉴略一、左氏春秋传体30、31、32，重视战争之描写，是一本道地的相着书。33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，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，三国时代曹魏与蜀汉、东吴的赤壁之战，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，皆详细生动，如历其境。34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，盖以时舰醉着前，终将举帆，渔船以次俱进。操军力士皆出营立关，只言盖将去北军二里余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网如箭，烧尽北船，沿及岸上营落，语言生动活泼，跃然纸上。又写曹操的计谋，操引军从华容道不走，遇泥泞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风，西使雷兵赴草田之，其乃得过。雷兵为人马所倒及，陷泥中，死者甚众。淝水之战写慕容垂劝苻坚出兵，是别有用心。慕容开、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：“主上骄矜已甚，叔父见忠心之业，在此行也。”垂曰：“然，非汝，谁与臣之？”又写两军对峙时，秦军未战先惧，秦王坚与杨平公荣登寿阳城望之，见晋兵布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为晋兵，故谓荣曰：“此亦劲敌，何谓弱也？”吾然时有惧色，东晋取得胜利后，谢安得一书，知秦兵已败，十方与客为棋，设书至床上，了无喜色，为棋如故。客问之，徐达曰：“小儿被遂以破贼计罢，海内过户县，不觉屡耻之折。”司马光留意军事，言一下之防，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。同时司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历代农民战争，例如对于黄巢起义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记载前后经过，严明纪律，及其成功与失败之处，远比两唐书各3000字与7000字完备。黄巢军进入长安，向百姓发告黄王起兵，本为百姓，非如李氏不爱汝曹，汝曹但安居无恐之语。35只有通鉴保存了这条宝贵的材料。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截录史料，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，文字风格如出一辙。36通鉴
并没有太多僻字，以简洁明白为主。37。例如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第68记载郑重。重独一心王室，不事好党，帝亲信焉。及献兄弟徒作不轨，众遂首谋诛之，以功迁大长秋。策勋班赏，每辞多受少。由是常与议事。中官用权，自重实焉。《资治通鉴》卷第48则改为。郑重，景敏有心己，不事好党，遂与众定一诛献郑重迁大长秋。帝策勋班赏，众每辞多受少，帝由是贤之，常与之议论政事，宦官用权，自此始矣。资治通鉴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，使得行文流畅，更明白易懂。资治通鉴强调防微杜渐，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位害之劣，实肇始于郑重受到重用，宦官用权，自此始矣。资治通鉴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，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立太子，实肇始于姚母门，而汉作不亡则是武帝婉而改过故托的人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乎？38。中唐时，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，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，推侯熙义为平卢军使。朝廷姑息，以熙义为节度副使，节度使由军事费力自此使。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，由是祸乱既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坠涂炭，无所控诉，凡200余年。39。通鉴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。长庆元年821年，礼部侍郎钱辉主持进士科考试，李宗闵之婿苏朝、杨汝氏之弟杨英士皆登第。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共举不公，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深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，结果钱辉、李宗闵、杨汝氏都因此被贬官。李、杨大恨，从此德裕、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40年。40。通鉴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。又如司马光改为《后汉书》卷47的班梁列传。秦、梁秦受诏当屯京城，闻羌转寇三府，迫近园林，即引兵复击之，转战武功美阳关。秦陵阵被创，不顾连破走之，进海北所掠牲口或马畜财物甚稀，羌遂奔散。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100余年，直到建宁二年169年，东羌始为段炯平定。资治通鉴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，更符合史实。滇陵自称天子，于北的召集五都参郎、上郡、西河诸杂种羌段陇道，寇抄三府，南入益州，杀汉中太守董秉。梁秦受诏当屯京城，闻羌寇三府，即引兵复击，转战武功美阳间，连破走之，羌稍退散。司马光引用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之言，写定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，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，是因为喜虐待士卒。41。张飞雄壮威猛，雅于关羽，与善待蹴伍而交于士大夫，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。《汉
汉主常戒妃曰：“轻行杀计过差，又日边窝见儿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，非由不圈。”汉主将伐孙权，妃当率兵万人自郎中会江州。临发，其帐下将张达、范强杀妃，以其首顺流奔孙权。汉主闻妃迎都督有表，曰：“一，妃死矣。”另外，司马光、达范孟的书《论修书事》说。其修长编时，请据是目下所记新旧记志传集杂史小说文集，竟检出一阅。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，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，在高见则之。师父等若只为文章，诏告若只为除官，及妖异止于怪诞，诙谐止于取笑之类，便请直山不妨。或师父有所讥讽，诏告有所戒欲，妖异有所警戒，诙谐有所不易，并告存之。《资治通鉴》不书其节，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其节尾行而超乎常情者，如商山四号与义楚军，屈原自陈汨罗江四十二，严光族加光武帝赴诸事，姚崇的时事要说四十三，西阙而不露四十四，但对吴起周中义事四十五，魏文侯不失于人之约则取之。通鉴对于迷信怪诞福瑞图谶亦不取。四十六，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景之，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，如刘裕伐南燕，或劝以往王不利，刘裕以我往彼王对之而最终大胜，又如吕才受命勘定阴阳杂书、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。四十七，宋人邵伯《邵氏文鉴后录》云：司马文正公修《通鉴》时，谓其属范淳父曰：“诸文中有师父等，若只为文章，便可删去盖公之意，欲势利于天下后世者，不在空言耳。”司马光主张正简行清，轻徭薄赋，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。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家富。四十八。对于一切极尽改革，均予以否定。四十九，通鉴即批评商鞅变法，说此四君者，四位诸侯，道非翠白，而商君犹称刻薄，商君相秦，用法严酷，常临渭论求，渭水尽赤。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，并且盛赞曹参谨遵萧何律。司马光非议变法，不满王安石之新政。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，退居洛阳十五年，1069年、1084年，以书局自随，继续编纂《资治通鉴》。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，果能胜于旧者存之。五十，但哲宗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，他重新执政之后，却尽废新法。苏轼无奈地说：“又是一个傲相公。”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题写得一清二楚，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，《资治通鉴》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。四。
影响。朱熹者，《资治通鉴》纲目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，所谓史学两司马。南宋史学家王英龄评价说，自有书契以来，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，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，为人臣而不知通鉴，则上无以事君，下无以治民，为人子而不知通鉴，则谋生必至于辱先，做事不足以垂后。通鉴不特济治乱之机而已，至于礼乐、历数、天文、地理，尤至其详。读者如饮河之鼠，各充其量而已。51。清代顾炎武在《日之路者书之难》中高度评价《资治通鉴》和马端林的《文献通考》，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经历成之，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。王明胜认为，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，读十七史，不可不兼读《通鉴》。《通鉴》之取材，多有出正史之外者，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才正之。昔人所言，是增于前，文审于旧，为《通鉴》可以当之。52。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，曾国藩撰成《经史百家杂抄》一书，其中选录《资治通鉴》11篇。曾国藩评价此书说，窃以先哲经世之书，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《资治通鉴》，其论古皆折中至当，开拓心胸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《通鉴》时说，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，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善，使后世有欲者通史者，是不能不据以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遇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。毛泽东曾17次批注过《资治通鉴》，并评价说，一十七遍，每读都获益匪浅，一部难得的好书哦。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，不是不想读，而是没那个时间啰。中国有两部大书，一曰《史记》，一曰《资治通鉴》，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。《通鉴》里写战争，真是写得神采飞扬，传神得很，充满了辩证法。53。王夫之者，读《通鉴论》。通鉴成书不久，其体例后世仿效益众，著名的有南宋金缕祥作《资治通鉴前编》，南宋李陶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秦香叶的《资治通鉴长编十补》，李新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，此书是为续李陶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而作。徐梦生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专记宋徽宗、钦宗、高宗三朝与金人合战之事。南宋史家袁书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因分事立目，共计239事，另附录66事，抄集成书。通鉴既是本末，
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，朱熹者，资治通鉴纲目，用意在标榜正统明教之思想。王夫之者，读通鉴论，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。王英龄有书玉海，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。五耀光集通鉴论前有时事简介，计量十集司马温公通鉴论，宋熙司马光实论，专辑陈光曰最为简略。历代研究者不乏人，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，即通鉴学。金朝人亦好读通鉴，完颜曙与蔡圭、萧贡并称金元一代通鉴三大名家。五十四，完颜曙读通鉴至三十余过。五十五，元好问说他余书无所不读，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，驰骋上下千有三百余年之事，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，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，考证同意，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。五十六，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，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。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，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做谋略上研究。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，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做商战之用。翻译，白话翻译本如下。台湾学者黄景宏等二十七位翻译的《白话资治通鉴》，台湾版由文化图书公司出版，大陆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。台湾学者徐国良等人翻译的《白话资治通鉴》，台湾版由明远、嘉文出版社出版。大陆学者张顺辉等数人译著的《资治通鉴全译》，大陆版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台湾版由台湾书房出版。大陆学者沈志华等人翻译的《白话资治通鉴》，大陆版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台湾版由建宏书局出版。台湾作家柏杨翻译的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，柏杨将《资治通鉴》重新以现代白话文翻译，详注现代之地名、官名，并加上地图与评论。柏杨曰：由于译者为柏杨一人，故行文前后风格相当一致。五十七，同时也充满柏杨独特之书法与史观。他曾提及感谢司马光先生和他的编辑群，把这个最混乱的时代整理出一个纲要。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《资治通鉴》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对五胡乱华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。除了《通鉴》，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书有这么大的功能。五十八，大陆学者韩兆奇主编的《新译资治通鉴》，台湾版由三明书局出版。部分其他语言译本如下。张磊夫《桓灵二帝》（Emperor Hu on an Emperor Ling） 和《为了创建和平》（To Establish Peace） 两本著作为《资治通鉴》，涉及公元一百五十七年至两百二十年的记载进行音译与注释。元朝时期，元仁宗爱育黎拔利巴达曾下诏下令将《资治通鉴》翻译成蒙古文并刊行天下，令蒙古人、色目人诵习。韩文译本自1997年由全仲达开始翻译，2005年完成，2006年至2010年分32卷出版。